兄弟姊妹平安。平安。平安开始，咱所念的诗歌讲，耶稣会解决一切的问题，耶稣会医治一切的病痛，是因为咱的信心不够啊无？吼，通常咱的信心不够，所以咱会当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的信真小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加添我的信心。哦，所以今仔日有两段的故事，吼、哦，竟然会当互耶稣学到讲。哇，伊的信心遐尔大，上到呾毋捌看过，毋捌伫以色列人的中间看过。哦，这确实无简单，一个外国人会当相信耶稣，比耶稣家己的民族以色列人搁较相信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来看两段的圣经，就是路加第七章，对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耶稣安怎样医治一个军官的奴才。第二段，耶稣安那予一个酒馆的啊，死囝无冤枉嘛。耶稣安那用怜悯疼伊，吼、哦，来，咱逐个来看，吼、哦。啊，当咱即几礼拜，无论是我还是金辉兄弟，伊甲咱讲起足侪耶稣医治的代志。啊，你毋知影，还佫会记哩袂？迄、那个西门彼得因着姆妈安尼发烧，哦，发烧足久，啊，耶稣去到因家啊。耶稣安那医治，用药啊好食吗？不是，耶稣讲安那，哦，用嘴讲哦，讲发烧退去，讲故意讲斥责，干骂就对啦吼，骂迄个病哦吼，伊这个发烧的病出去，吼、哦，你看耶稣的话，不话就会当让病过去，吼、哦，耶稣嘛医治迄个，人咱即摆讲讲中风的啦吼。摊子就是中风嘛，袂顶袂动啊嘛吼。结果耶稣嘛是一句话讲啊，你的病，你的罪孽，吼、哦。一般人来讲，你的罪孽，伊在咧破病，才会讲下罪。通常，伊迄当时，包括咱即摆嘛是真侪病，是因为咱犯罪。咱无一定咱家己知影，无一定咱自己唔知影。伫咱犯罪中间得罪上帝，地搞咱。破病，用咱听较有诶病来讲啦吼，我捌去病院看病友诶亲戚啦吼，啊，结果伊家己知啊，啊，我今仔日诶肝硬化就是安那，交侪应酬伤侪嘛，酒啉了伤侪嘛，对不对吼？昨妈咧听头吼，听讲较早因后生嘛是安尼吼，但是人信耶稣了，你看解偌好，拢无搁食吼，足侪病吼，包括。咱以前看到的病是老人较得得的，即马足侪糖尿病、腰椎病、心脏病，哇，拢总七少年、八少年先啊，食了过头，吼、哦，常常食无应该食，迄就是家己惹来的病。啊，所以有时咱伫病痛困苦的时，可能爱先甲上帝讲对不起，吼、哦，这是我学到的吼、哦，我家己嘛是有迄、那个。欸，是怎麼這樣吼，上帝啊，後來就想說，不對，我一定怎樣，有得失上帝的所在，就是無把自己照顧好，無把自己真細膩在吃食，還是說我們晚睡啦，還是說我們無用了過頭啦，有無，信心的規矩這麼多嘛，我會記得我七年前啊，八年前入院的時候，為出過入院的時候，在貴重嘛吼我总好，我会记得来的人拢是咧安慰我，多多我的小弟甲我骂，阮老爸死了，阮小弟小妹拢足惊我咧，因为我真歹，啊，但是我嘛足认真，趁钱交老母，所以小弟小妹拢足听我的话，足尊敬我，有一点仔惊无，哦，因为阮爸母以前伫教会，宗教教会时，阮含小弟小妹拢伫台南咧读册，所以小弟小妹教怪我的心地。所以因有一点仔惊我，讲个歹听是惊我，其实是足疼我、足尊敬我。但是伫我入院的时候，我的小弟，伊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阿姐，我要用牧师的身份甲你讲，你无结信心的规矩，因为你常常做代志无站直。你知影无？我的小弟对我足尊敬的人会安尼甲我骂呢？阿姐，你
做代志无同质，你想过头无用，就是圣贤的规矩，迄、那个节制、节制，哦，你无说你。伊阁大声着爱讲，伊用牧师的身份甲我讲，伊伫屏东的桂木堂做牧师，因为伊知影伊来用小弟的身份，我甲变倒转。讲过遐济，也是讲伊好胆，对不对？但是今仔日，我感谢主，通过伊咧甲我讲，对迄个了，我工作放落。哦，提早提前来做其他的工。啊，伫遮我嘛要讲，有时就是咱家己带来的病，咱都爱先甲上帝回实底。有时咱毋知影，但是咱若先做即、這个，先做即个代志。哎，咱会真紧，咱的心会较安，啊，咱嘛较有法度听到上帝要甲咱讲什么话。不一定咱的病会真紧好，不一定咱的病会较慢好，但是上帝照伊的时间。啊，重要是咱先承认咱的唔对，就亲像一个囡仔若做唔对，啊，你予四大人要甲修理，伊若想讲啊，阿娘我唔敢啊，我唔对啊，哎，是毋是讲着拢较细力对？有嘛，咱家己做爸母，咱就知影。所以，伫遮，每一届我咧准备故事，大概拢搁咧甲我提醒。哦，有时我会发觉，我读圣经是上帝咧讲面，所以，足一届我会想要甲你别讲，莫去叫我讲啊。上帝的话拢咧先甲我修理，毋是咧讲好听故事互恁听，是先咧甲我修正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。嘛是一方面是欢喜，会当通过我会晓的来服务恁；啊，一方面是实在是真正做传道者的人无好做，上帝的话拢会先甲阮家己修正，吼、哦。你踏踏踏，你就会甲你修正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毋忙，我互上帝修正了，会当结较侪果子，亲像金辉安尼，亲像咱的牧师安尼，啊，咱互相来学习。来，今仔日有两段圣经，一段就是咧讲，主耶稣医治一个跛种的萝卜，台语叫跛种，国语叫做百夫长。好、哦，来，咱进入故事。耶稣伫加利利的所在，哦，加利利是伊的大本营吼。耶稣差不多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加利利，一世人甲两届来到耶路撒冷这边尔。啊！耶稣伫加利利，我有讲过，加利利这个足大个湖吼，四颗连断都有将近三十个城市。加比隆是一个上大个，哦，比赛大嘛是啦吼。啊，对加对来到伊加啊，比隆这个所在，啊，大概对伫后壁迄群是啥？哎，什么人对伫耶稣后壁？门徒。学生嘛，门徒嘛吼。啊，了就是遐个要听伊讲个人，哦，有个吼。一位听了无够，耶稣行到倒，伊阁对到倒哩吼。啊，一群人甲伊学生，啊，着对耶稣一直行一直行，行到加比隆。啊，加比隆这个是一个未死的城，所以这个城内底嘛有罗马的军兵住伫遮，就是亲像讲，咱伫迄落里昂遐，敢是有一个啥物军营，对不对吼？就亲像安尼，哦，罗马的军兵来伫迄个加比隆的城有伊个驻军就对啦，因为迄当时。以色列这个国家，犹太人家，互罗马政府管，就是像咱啊，较侪岁拢知吼，啊，古早咱阿爸、咱阿公迄代咯，日本人管，好无？我会记我若细汉无乖吼，阿妈就讲，等下日本兵出来，吼，要惊到你死吼。你想看犹太人对罗马兵是我要惊死，因为罗马兵有时真凶哦，有时真阿爸，有时会甲因欺负，吼，比如讲。这个罗马兵啊，摕一大堆米吃重，啊，看到我这个犹太人就讲：来，你来，遐把我拍起来，啊，我就要给倒拍啊，就要替伊拍米啊，行一公里，哦，啊，即马，至少要行一公里啦，吼，啊，伊就是迄罗马兵会当吩咐你替伊做代志，啊，所以一般的犹太人对罗马兵的印象拢无真好，罗马人。要利用伊，啊，犹太人利用伊，啊，但是偏偏佫爱带做伙，因为你的国家就是互管嘛，互罗马皇帝管，啊，所以一百个兵都有一个百夫长来甲因管，啊，台语叫做百总，啊，这个百总吼，这个百夫长，伊吼，
有足济，毋是一百个兵个部下尔，伫因兜内底有奴才，吼、哦。伫古早哦，罗马帝国个时哦，我听历史会惊哦，迄罗马个京城内底吼，三分之一是奴才呢。若讲一百万内底吼，哎，六七十万是罗马国个国民，啊，三十万是奴才。哦，所以因奴才用啊足粗俗个就对了吼，足粗残个。那即个八种。伊有足济奴才，竟然有一个是伊个心腹。啊，咱知影无？心腹就是会当交代迄足重要个代志，啊是讲哦钱会当互你管个，哦，啊是讲我有啥物秘密个代志，别人毋知，我即个心腹一定知。所以圣经写讲两种反应，一种写讲伊真器重即个人，即个奴才哦，会使讲毋是奴才，是伊足宝贵个。亲像朋友的奴才，啊，就爬来是奴才，啊，就教到安尼一大心的。当这个奴才破病，啊，咱会当想象，这个奴才破病，主人一定足着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是伊所疼，足重要，所以一定想尽办法，无论是要找医生，还是要吃什么好药，伊一定用伊的方法要救这个奴才。但是想袂到，无路用。不管什么医生、什么药，你也无较好，所以哪来哪病重？圣经写讲，强强要死。啊，这个主人，这个百姓，这个百夫长哦，是安尼急到要死哦，就四界去探听，看够有好药无，看够有好医生无。但是去互伊听到的，就是人咧甲伊讲，一个上高的医生，就是耶稣。伊已经听到耶稣安怎样医治迄个老查某人，安怎样互手骨打个好起来，安怎样互倒伫病床中风几啊十天个好起来。所以这是对伊来讲，这是呐是一个愿望。还佫过去讲还有一线希望吼，伊着想尽办法要去请耶稣来医治这个病人。但是因为伊是罗马军官，伊家己个呐。唔敢去请耶稣，也是讲，因为迄当时的人无真爱犹太人，无真爱去迄个罗马人的厝，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哦，就像阮细汉的时，敢那阮有迄种印象哦，台湾人到外省拢无好哦。哈哈哈哈，确实有影，迄个时代，迄个时代就是哎，我汉族哩学啊，哦，哎，伊就分得足清楚的安尼。那伫迄个时阵，犹太人甲罗马人嘛是无啥咧往来的啦吼，所以伊吼一心啊急到要死，要爱家己的罗卜会当得到好医生，啊一心啊唔知要安怎样去请耶稣，啊想来想去，啊就叫因的人去请因的人，安尼上好个啊，吼，啊所以伊就赶紧的走去啥物会堂，啊咱拢知影会堂就是即卖礼拜堂，即卖教会。古早会堂就是咧敬拜上帝，吼、哦，啊，着走去会堂找遐长老，吼、哦，用咱即摆来讲，找咱的区长大人啦，吼、哦，找咱的长辈啦，吼、哦，啊是找咱遐执事啦，吼、哦，金夫人者，走去会堂哦，甲伊拜托你替我去请耶稣来医治阮兜即个萝卜，因为伊病甲要死啊，哦，想袂到吼。咱雄雄听着，雄雄看着，讲哦，较奇怪。啊，这个长老执事吼，就随一个讲，好，我替你去请。哇，就大步细步，一直走，因为啦，耶稣无伫新城内，耶稣伫另外迄个所在。哇，因就赶紧，要去请耶稣来。哇，一直走，走到耶稣的面前，我看已经足喘的吼。但是嘛是啦，哎，较紧的，因为迄个人就要死去啊！伊底下讲啊啦，圣经写讲，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非常的迫切，真诚恳，真诚心，底下甲耶稣求，讲耶稣啊，耶稣啊，请你来医治这个罗马军官的罗卜，因为伊会肯定你安尼甲做，会肯定，因为伊真正是对阮有够好诶。一般的罗马军官拢会欺负犹太人，但是这个罗马军官真疼惜这犹太人。那犹太人啊有代志去找伊，伊拢会替伊解决。犹太人啊拄着人家欺负，有的兵啊嘛是会欺负
是犹太人，伊会安那，伊会去甲因保护。唔是安尼，遐个长老哦，佮甲耶稣讲，这个人，佮替阮起会堂，就是替阮起一间礼拜堂啦，起一间教会，互阮敬拜上帝。哦，这要去倒位住啊？哇，无同的民族，无同的宗教信仰，佮遐尔啊疼伊，遐尔啊关心伊，遐尔啊帮助伊。所以，这个长老就甲耶稣讲：“耶稣啊，伊会牵你，互你安尼甲做，就是你伊吼做足侪代志，听愿帮助愿，互阮有教会通敬拜上帝。伊绝对吼有价值，你行一撮去医治伊的路途。哦，就伫遐，耶稣随时答应，好好，咱来去。耶稣就伫遐，甲因做伙行去。哦，伊就。”一路行，一路行，一路行，大步细步，较紧的，因为安那，因为惊迄个人死去。哇，已经行得要到厝啊，要超过一半路啊吼，超过一半路啊哦，煞看到安那，头前有人嘛是大步细步行出来。哇，行来到耶稣的面前讲，啊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好，先慢些，先慢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安怎？啊，迄个军官吼。叫阮来甲你讲啦，啊，阮就是伊个朋友啦。迄个白总，吼、哦，就是迄个百夫长。我叫阮来甲你讲讲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吼、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唔通劳烦你啦，歹势啦，唔通阁你阁一直行行来到阮家啦。我吼、哦，我不敢当啦，吼、哦，我袂堪你啦，我袂堪你啦，啊，我家己嘛，唔敢来找你啦，不配，吼、哦，你甲看。这个人安尼讲，讲你行来阮家，我不敢当啊！我家己也不配去见你，哦，我袂堪的，我唔敢，我登袂起。哦，伊家耶稣看出足悬的，但是伊讲安那，伊讲我真清楚哦，耶稣啊，你若讲一句话，你一句话就好，你若反复一句，我相信你就会当治我的罗卜的病。因为我相信你有官兵，我相信我所听到的耶稣，所以我只要你一句话，你若讲一句话，我迄个萝卜就好起来。亲像我是一个军官，我顶头有官咧甲我管，吼、哦，有无？顶头有将军咧甲我管嘛。啊，我下骹爱管足侪人，啊，我若叫伊，哎，你去遐，伊就去遐；我讲啊，你去遐，伊就去遐。啊！你做这项代志，伊就做这项代志。哦，遐个来个人甲耶稣安尼讲哦，讲迄个军官叫阮安尼甲你讲，讲伊顶头有人管，伊下骹嘛管人，所以伊知影官兵，伊知影，伊出水吩咐，路程做甲好，所以伊干那要爱听耶稣呐，伊干那要爱听耶稣的一句话。伊相信耶稣那一句话，伊的路才就好起来。所以耶稣听一个吼，哇！在以色列内底无半个人的信心像这个人这么大。耶稣讲：我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也毋捌看过、毋捌听过有人亲像这个人的信心这么大。耶稣就甲伊讲：好。你回去，那个人的病好起来。所以当这来的人上无转行回去的时候，那个病到要死的已经爬起来在行路在讲话了。所以所有的人听到这个事情的，看到这件事情的，每个人都怎样？耶稣的气力，耶稣的一句话，不是像以前耶稣是把他摸一个，把他砍一个，当他的面骂那个病，有无？耶稣斥责，哦，啊是讲耶稣摸那个太哥的，哦，讲不轻，你就生气，这离开这么远的，你讲到歹听，啊在咱家，啊上少嘛到市政府遐，哦，耶稣一句话尔，那个病人好起来。这是因为啥？因为迄个军官完全的相信，伊确实无人会当医治我这个得要死的萝卜。
但是我所听到的耶稣，伊会答，所以我相信伊会答。啊，我未肯定，因为伊家己是罗马人，伊知影真侪犹太人不爱去罗马人的厝，真侪罗马人嘛不爱踏入犹太人的厝。就亲像我头拄仔讲啊，啊，互日本啊管的时啊，听着讲日本警察来到，我要惊死，啊，无做歹代志就惊到啊，吼、哦。所以都有迄种的，但是今仔耶稣甲所有伫边啊。耶稣十二个学生甲后壁一大群对伫遐咧看闹热的，讲安那？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我也毋捌看过遮尼大的信心，所以这是咱通学习的。遮尼大的信心，伊就得到耶稣随时解解决问题。哦，所以对起件代志以后，这个军官的路才好起来的代志，就传到。传，一直传到四颗连灯遐个尊声的人拢知影。好，然后耶稣就阁继续一直行，一直行。好，啊，《约圣经》内底写讲，隔日耶稣阁行到另外一个城，迄、那个城叫做拿伊吼。啊，迄、那个城吼，我家己查起来是伫拿撒勒东南边吼，拿撒勒东南边差不多10公里。差不多咱遮到桂林阁过吼，诶、欸，阮小妹嫁伫关庙，我逐摆要去关庙，我就讲哦，我要阁坐车坐12公里，吼、哦，啊，差不多10公里诶远吼，拿阴城，啊，当迄个耶稣若行到倒，学生就对到倒，啊，就一大群诶人阁对伊去，啊，就一直行一直行，哦，古早人足好行诶咧吼，哦，我想即摆人若叫咱行10公里，大概就软脚软手啊，吼，对未？即个行咧4公里，我足好用个。我知影，我行6公里就差不多啦吼。因为咱的柏油路不好走，5-6公里，我家己试过，伫阮家行过石头，不行到倒来。吼，但是若爬山，我发觉很奇怪，爬山它会袂忝，土脚无同，空气无同，心情无同，汗无同，拢是好朋友，所以佫行较远嘛袂忝。啊，佫一项，迄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，伊是哪行哪快乐。啊，即、這个马路上是迄、那个动车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就是安尼无同。然后来耶稣定定是行路，一声行到即个拿因城的城门口，哇，伫遐听到啥物？哦，阮细汉若听到厝边隔壁伫遐咧，哪里啊哪里，太古古太古城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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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耶稣因这群人，伫要进入这个城，讲到城，还未到城门口，吼、哦，伫要到啊，啊，看城门内底有一堆的啥物，罗哩啊罗哩的啦，送殡台语要怎讲？出山，出山，吼、哦，要扛起台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会记得吼，诶、欸，死老爸死老母的是上艰苦，是因为。伊爱较下，即摆咱拢毋免较早爱。较早虽然咱无基督教无披麻戴孝，吼、哦，那一般阮细汉时厝边隔壁拢后生查囝，新妇拢爱毛衫穿毛衫，啊，阮迄阵仔是拢穿白，咱即摆拢穿乌的吼。阮迄阵仔是规身白，毋过拢隔细毛，顶头阁有白色的毛线，对无？一看就知影，这个死去的人，这个是个后生，这个查囝，这个囝婿，这孙仔辈，甲绿色的，甲蓝色的，对无？迄拢一看就知影你的身份。嘿，以前我会记哩，我妈妈拢有教吼，因教会迄阵嘛嘛是小上啊，你就是穿白，但是拢会夹下，所以一看就知影讲死去这个人会子孙就对了吼。啊，亲像安尼吼，耶稣一看吼。就知影呐，可怜哦，死去真是少年呐呢，哦，是少年呐过身去，啊后壁坐的是啥？哎呦，啊那无死，看就知影哦，无这个死去的人的啥？无囝，无兄弟姊妹，
敢若一个老祖人，安尼就知影啦。寡妇死掉，哎呦，伫古早的时代，寡妇就已经足凄惨嘛。因为伫迄当时的社会，寡妇吼，你顶有无像即卖，即卖小寡，你还阁会当去上班，阁会当去做粗工，阁会当赚钱。较早迄个社会，迄寡妇是日子足歹过。啊！日子足歹过，着咧凄惨啊！无翁着咧，着咧烦恼，无通食，烦恼互欺负，啊！搁独独一个囝，啊，车养啊到大汉，啊，煞来死去。哦，所以迄个出山，迄个头前是死人，啊，老母，啊，后壁是厝边隔壁亲戚五族，若有啦吼，讲大家是靠啊足凄惨的。你甲想看卖啊，迄、那个。老大人在送少年的囝，迄种的心是好顶的艰苦，所以迄、那个悲伤、迄、那个悲惨的情形，耶稣看伫目睭内。耶稣带伊的学生甲一群人对外口要来入城，即群出山的对城里要扛死人出来外口等。伫遐，耶稣看到即个查某人，即、這个酒馆里的人，耶稣看了伊的心艰苦。圣经写讲，伊怜悯伊，吼、哦，一个翻译讲悲悯，哦，怜悯、悲悯，都是出自疼，吼、哦，唔甘这个心，这个寡妇，即卖的心是亲像刀在割，无唔忙啊嘛，对不？寡妇就是独独就是唔忙这个囝大汉，哦，有通挖苦，即卖这个唯一的挖苦死去啊，所以伊是靠我就凄惨的。当耶稣看到安尼的时，耶稣的心真唔甘，真唔甘。耶稣要疼伊，耶稣就行进前去，甲因遐人讲：唔通哭，你知影无？耶稣讲一句：唔通哭。后壁遐咧哭的人拢举头仔看，啊人着死人伤心啊，要死，你搁叫人唔通哭，啊无你是安怎？对无，迄若要咱即摆人讲，啊无你是倒一搭了有问题，吼、哦。人死人就是足伤心，你搁叫人唔通哭。不过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当耶稣讲迄句唔通哭的时候，因大家全惊去，哈、啊？哪有人讲这个话？然后呐，所有的目睭拢放安落耶稣，就伫遐耶稣伸手，行进前，把迄、那个像咱即摆讲，就讲把迄个光棍擦的，把伊搬来，叫伊忙叮当。哦，啊！伊意思咧，毋是像咱光棍茶用一个起啊底咧，对毋对吼？啊，讲较好听是起啊底咧吼。我拢定甲阮孙仔讲笑话，讲阿爸吼要甲离要底离迄要上少个就好下。吼、哦，啊，因迄、那个犹太人个咧吼，就是用死人吼，用白布甲伊包起来，啊，了扛去山洞，啊，迄洞就是。不是给人放一个，迄有时迄洞就是哦，阮阿公啦，阮阿爸啦，啊以后我死啦，拢放在遐，哦，啊有的是爱看好野山啦吼，啊有的是你死去，啊扛去到迄个位，啊他伫遐家己换衫，家己包外衣包白布安尼，啊所以因是用一个担架担架，就是像咱即摆乌衣乌衣的车若来，吼、哦，啊我打顶礼拜，阮迄栋就三更半暝，迄种声就知影，阮迄栋一个老人吼，讲挂了吼。睏到对面床冷冷冷啊！吼，啊，就是迄落担架，等于要啷讲？炕架，不是啦，吼、哦，不要紧，就是用迄、那個、啊，迄、那个死人就是安那倒伫遐啊布甲盖咧，啊，即摆要扛去抬，啊，所以耶稣就把迄个扛炕架、扛担架的手的迄落竹箍吼，就甲换咧，唔互伊震动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就进前去，啊，耶稣。到伫迄个死人的身边，哎呀，光棺材一定感觉足奇怪啊！啊，人都死去，啊，都要扛起台啊，啊，无你搁管动的是要安怎？对不对？人会感觉足奇怪。但是伫遮，耶稣咧表明出，伊疼惜这个酒馆走的人。耶稣嘛咧表明讲，我会当安怎？我会当让这个人搁有生命。就伫遐，耶稣来到这个。死人的边啊，耶稣甲伊讲啊，少年人起来！耶稣一句话讲了了，
迄倒甲直直直个死人从坐起来，我看大家倒退几啊步，迄死人个顶头你嘛倒退几啊步，嘿呀，哦，惊一个吼，啊，当迄个死人坐起来是哪呐？大家拢惊着，我看老母嘛惊着。圣经写讲，死人开嘴讲话，妈妈，哇！我看因老母吼，惊一个吼，啊，佫足欢喜的吼，就走去甲揽咧安尼，啊，就伫遐耶稣，牵伊的手，甲互因老母。耶稣将这个囡仔交伊老母，圣经安尼写，耶稣将伊的囝交互伊老母。哇！对这个老母来讲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！这完全是绝望啊，是无望啊！但耶稣佫将伊的囝的性命呐，给救倒转来。耶稣会当予死人搁活，所以耶稣是啥？是活命主。耶稣唔仅要予死去的身躯搁活，耶稣嘛要予咱永远个体的心灵搁活。阿门。就伫遐，四边的人哦，惊到目睭发大泪，啊，有诶就啊。伟大的神祇在咱的中间哦，伟大的神祇在咱的中间哦。什么原因？因为犹太人拢有读旧约，因拢足清楚，伫旧约内底，以利亚、以利沙，拢几啊摆互死人搁活起来。所以因看到耶稣互死人搁活起来，因就想讲，耶这个人嘛是伟大的神祇啦。所以因就伫遐讲讲，伟大的神祇在咱的中间哦，感谢上帝，阿罗上帝。上帝会拯救临到咱哦，伊要拯救伊的子儿，伊要拯救咱这百姓。吼、哦，大家拢当大细声伫遐喊，阮拍鼓啊！哇，因为因足欢喜，足欢喜。这件代志怎呐？一直传出，一直传出，一直传出。因为伫城门口，城门口就是大家出出入入的所在。哦，无论做生意的人啦，啊，伫出来城外办代志，啊，你嘛要入城，要出要入，城门口是足侪人的所在。耶稣在这个所在，怜悯一个酒馆妇人死囝。耶稣将迄个生命搁一届，予这个少年人活起来。就伫遐，这个代志一直传，一直传。圣经写讲，传遍犹太吼，整个犹太地区，几个即几个所在，大家人听着拢足奇妙的。哇，这是上帝伫咱的中间，归荣光给上帝。所以，伫遮咱看到耶稣唔念怜悯这个寡妇，耶稣是活命的主，伊会当予生命长甲短。这个少年人的生命应该是照讲啦吼，哎，过寿到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是过寿的主宰，耶稣若要加予伊几冬，别人嘛魔鬼嘛无在叫人甲退去，吼，所以咱。真欢喜，咱一届搁一届来看到咱的主耶稣，伊的医病毋是用医药，伊是用伊嘴有力的话，吼、嗯，伊的无论伊做倒一件神迹，毋是要显出伊家己偌牛，伊是要甲人讲，讲上帝听你，我嘛听你，耶稣拢出力听在做代志，无论。是预备，还是赶鬼，还是感到，伊拢知影人需要上帝，所以伊就将上帝话予咱，伊就将上帝予伊的气力来行伫这个地面上。所以真毋忙，今仔日咱毋是干呐看到耶稣予这个少年的对死搁活，有时咱的心灵嘛是会亲像死一半样，吼、哦，也是讲无灵无修，啊，都有来礼拜就袂歹啊，吼、哦，安尼无够。咱毋忙耶稣救赎咱的心灵，予咱的灵真爱亲近咱的主，予咱的灵会当活活起来。伊讲我袂当做啥物，但是会，咱会当跟耶稣亲近，就是我爱听你的话，我爱甲你讲话。我无咱若较少见面，较少见面的朋友就会哪来哪亲密，吼、哦，亲像安尼，咱若较少跟耶稣讲话，较少听耶稣的话，然后。啊，咱若有看到别人的需要，咱就替伊祈祷。安尼，咱就是安那，含咱的耶稣，咱来拿亲密。啊，然后耶稣就会给咱的灵哪来哪安那，袂像安尼费劲咧花去安尼啦吼。啊，
真毋忘咱今仔日对遮来学习，三个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搁一届予阮有耳孔通听，听到你就是拯救的主，你就是活命的主，你就是听的主。主啊，你不管什么人，甚至是一个外国人的奴才，你都拢疼惜。何况阮是你的子儿，主啊，阮这个子儿有时真乖，有时嘛无啥乖。主啊，赦免阮，帮助阮会记得有一个听阮的天父，有一个听阮的救主。阮着爱时常敬挂，时常亲近。阮真毋忙，阮毋敢讲阮不时不刻，但是阮毋忙，阮逐日拢有一点仔时间亲近阮的主。主，多谢你，予阮有好的牧师教阮，多谢你，予阮有一群兄弟姊妹会当互相努力，互相勉励，求进步。主，阮虽然袂当去做啥物大代志，传福音的工。但是阮会当为着因来祈祷，主啊，亲像阮昨暗听到扫罗牧师的某亚伦啊，伊的身躯有问题，主啊，阮的心真痛，阮真正唔甘，伊伫你的面前，因拢真认真在服侍。虽然阮唔知啥物原因，但是阮相信上帝，你绝对无放舍因，离开因。上帝啊，检测通过这个代志，你要彰显你的阳光在因的中间。亲像阮看到阴晦，亲像阮看到明朗。主啊，阮知这是你特别的疼，但阮恳求你怜悯，予扫罗牧师伫服侍的中间，无因为安尼来艰苦心。祝你加添伊的快乐，特别你安慰因两个，因两边的四大人，在你的面前拢是你。所重用的路不如彼，主啊，因听到查某囝安尼，因听到媳妇安尼，因的心一定真艰苦。但是阮相信，因一定仰目仰望你。上帝啊，求你施行拯救。相反，阮嘛相信，伫阮牧区内底，伫阮教会内底，嘛有真侪有病的兄弟姊妹。主啊，当因信心软弱的时，当因病痛困苦的时，当因流目屎伫你的面前的时，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疼惜，求你拯救，予阮的祈祷达到伫你的面前，也予因因为有耶稣的话来得到平安，予阮不论是伫顺境、伫逆境，阮拢无离开阮的上帝。主，多谢你赏赐阮会当替人祈祷的权柄，愿你帮助阮这老大人，予阮应用的时，就是会晓替人祈祷，因为这是你所欢喜的。主啊，帮助阮学习会晓替人祈祷，帮助阮唔通逐项拢讲我袂晓，我袂晓。上帝啊，你无爱安尼的囝儿，虽然阮袂晓，但是阮要学习。主，你帮助阮，予阮哪亲近你。通过阮替别人祈祷，你就赏赐平安予阮，予阮灵魂、身躯拢勇壮。感谢你的听，安尼祈祷，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谢谢，今天好啊。